国媳妇。让一下，永祥，永祥，小倩，小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不是到顺成布庄来买布了？生意好吗？生意很好，不过这都要感谢你们夫妻啊。小倩，因为我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，希望你以后过得幸福。谢谢你，永祥。这是你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。你喜欢这条金链子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很喜欢，我会一直带着它的。小倩，我知道你很关心我，对我很好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先走了。永祥，小倩，好好珍惜你现在拥有的。再见。
红姨，请问你是否有永祥的消息？你打听永祥的消息做什么？永祥把宛如从高家带走，我想他应该会与你联系。敏辉啊，你知道永祥为什么把宛如从你们家带走吗？看来你是知道原委的，我还以为你不知情呢。明辉，你答应过我会好好照顾宛如的，但是你做到了吗？你连自己的老婆都照顾不好，还算是男子汉吗？说实话，你对宛如的好和永祥比起来实在差得太远了。永祥为了保护宛如，他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豁出去。你呢？你看到永祥为宛如所做的这一切，难道不觉得羞愧吗？还有，宛如还在发疯的时候，你竟然另外再娶，你这样做，实在是太薄情寡义了吧？我知道我不该娶锦凤，我全知道。但是当时我以为宛如已经死了，宝宝还那么小，他需要母爱的呵护。我为了宝宝的将来才娶了锦凤，但其实我心里面只有宛如一个人。看你说的那么真诚，好吧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宛如，好香啊！来，我给你插上啊。好漂亮啊！你插上，很好看。好漂亮啊！来，我给你插朵红的啊。这样更好看了。好漂亮，我也给你啊！好，来来来来。穿上这个是好看吧？宛如，宛如，不许你过来！他是谁呀？谁呀？永祥，请你让我带宛如回去。我是绝不可能让你带宛如再回高家的。永祥，我一定要带宛如回家。我知道我怎么解释你都不会听的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他回去，我要带他回去治疗他的病。治病？把他关在郊外的破屋叫做治疗吗？啊！永祥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的解释，我不许你带走宛如。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！不，无论如何，我今天一定要带宛如回去。不许你碰宛如，快走！不，我一定要带宛如回去。我一定要带宛如回去！你不许你碰宛如！我一定要带宛如！哎呀，这，啊啊啊啊！抓啊！抓紧的！啊！抓紧！抓紧的！啊！不好玩，我去摘花了。你会抓好，你抓紧，抓紧的，抓紧我的手，你撑着点儿，来，你说。啊！明辉，你撑着点，明辉。啊！明辉，永祥，抓紧，把手放开，你把手放开，不然我们两个都会摔下去。有力啊！永祥，你听我说。如果你再不把手放开，我们两个都会摔死。请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知道你很疼宛如，请你好好的，好好的照顾她。一切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对她的亏欠，我来世再弥补。永祥，你放手，
你别回，你走啊！要是你觉得亏欠了宛如，这辈子你就好好的弥补，不要再等下辈子再弥补了。现在你废话少说，撑着，抓住了啊！你放开手啊！撑着，我会救你上来的。你用力啊，用力使劲儿，快使劲儿！快使劲儿！我一定要救你上来，宛如需要你的照顾，来使劲儿啊！快使劲儿！快！好漂亮，刘翔。阿哥，刚才实在太危险了，你为什么拼了命要救我？因为你是宛如的丈夫。刘翔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刚才我听到你说的那些话，我才知道你真的很爱宛如。我救你是不希望宛如失去丈夫。明慧，如果你以后再不好好照顾宛如，我一定会要你的命。对不起，宛如今天这么可怜，都是我害的。宛如的确在你家受尽了委屈，也受尽了折磨。只要我一想起你在南阳的时候，他所受的苦，我到现在还揪心的疼。我在南阳的时候，宛如吃了很多苦啊。你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看来你真的不知道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小心。鹅鸟飞大。小心，快看，少奶奶回来了。少爷，你把少奶奶找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小香，麻烦你去把宝宝抱出来给少奶奶看。嗯，好。少爷，太好了，少奶奶回来了。福德，麻烦你去把赵有良给我叫出来。嗯，好。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大坏蛋给叫出来。爸爸，宛如不要害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不，明辉，你找到宛如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坏人，宛如在外面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？我现在带她去洗个澡，然后换身衣服，再吃点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坏人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原来你也一直在欺负宛如。明辉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没有欺负过宛如。如果你没有欺负过她，她为什么一见到你就害怕？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欺负宛如。你说你没有欺负宛如，好，那我问你，我在南阳的时候，宛如是不是被迫做了很多粗活？宛如是不是被迫在湖边破屋里生下宝宝？宛如是不是在坐月子的时候连一碗鸡汤都没得进补？我，你还敢说你没有欺负宛如？如果你没有，我回来以后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事情？你分明是与赵有良串通，要陷害宛如。我没有。
少爷，听您刚才说我害少奶奶，我实在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我怎么可能会害少奶奶呢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永生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。赵有良，我问你，宛如和你到底有什么恩怨？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他？你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难道不怕遭天谴吗？赵有良，我自问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也一直视你如兄长，可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宛如？少爷，请您听我解释。你不要再解释了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相信你和锦凤，而且我也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宛如。敏慧，你是不是把我也包括在任何人之内，认为我在欺负他、伤害他、虐待他？我不敢这样说。这些日子你为这个疯女人家里不顾、事业不管，今天你还敢回来追究谁是谁非？老夫人，请您别责怪少爷，都是有良做的不好，所以才会引起少爷的误会。既然少爷对有良不满，也觉得我会伤害少奶奶，那为了高家的安宁，也为了少奶奶的安全着想，请老夫人答应我辞去工作。有良，这么多年来你对高家尽心尽力、忠心耿耿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没有人敢怀疑你，你尽管留下来。妈，反正我不准任何人怀疑锦凤和有良。另外我还要郑重地警告你，我不准这个疯女人再踏进我们高家一步。爸爸，妈，宛如是我妻子，您不能赶她走。走，走，一定要走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赶少奶奶走啊。老夫人，我求求你。福德，你再三包容宛如和周永祥，你也给我立刻走人。妈，再怎么说宛如也曾经是明辉的妻子，阿青现在又疯了，况且福德也为高家尽心尽力了这么多年，你就让他们留下吧，好吗？今天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任谁求情都没用。妈，如果你一定要赶宛如走，那我就陪她一起离开。什么？你居然为一个疯女人要离家出走？妈，我这也是逼不得已。好个逼不得已呀！我辛辛苦苦养育了你二十几年，你就还我一个逼不得已？你走，你走，你给我走。妈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少奶奶
孙小姐，我抱来了。宝宝，哎，宝宝，宝宝，哎呀，宝宝要睡觉啊，宝宝乖，宝宝乖哦，妈妈宝宝哦，乖乖，睡觉觉。谢谢您多年来的养育之恩，今天就请恕孩儿不孝，请您保重。福德，我们走。明辉，少爷，不要追！从来没生过这个儿子。妈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怎么样了？妈，老夫人，妈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怎么了？老夫人。你就暂时先住在这里，福德，你住那间，我就住你对面。永祥，啊，谢谢你啊，这破屋子有什么好谢的？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擦桌子啊。我也会擦桌子，我也要擦，给我擦擦。哎，我来擦就行了，你照顾孩子啊。我会擦的，我擦得很好，很干净的，你给我擦擦看嘛。永祥，既然宛如觉得好玩，你就让他擦擦看吧。好，给你。擦桌子，擦桌子。很会扫地，我扫得很干净的。我不只会扫地，我还会洗衣服，还会煮饭，还会劈柴，我什么都会。可是我婆婆，她不喜欢我，她从来都不说我做得好。他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他不喜欢我，不喜欢。宛如，你做得很好。
不好。你很能干，你是最孝顺、最贤惠的媳妇。真的？嗯。永祥，走，我们去那边擦门。走。哎、婉如，你都想起来了，你的病全好了。我的病，我生病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生病，你才生病呢。啊，是是是，你没有病，是我乱说的。婉如，那么你知道他是谁啊？对，少奶奶，那我是谁啊？他是福德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少奶奶认识我了，太好了，少奶奶认识我了。福德，福德好可怜啊！以前你总是替我打抱不平，被有良打得好惨哦。你以前经常帮我到溪边打水回来，帮我洗衣服。福德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婉如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虐待你、欺负你啊。秀秀秀秀秀，你自己有新娘子还抱我，让明辉知道他会生气的。不行，不行的，不行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不要哭，宝宝乖，妈妈抱抱你哦，宝宝不哭。我以为婉如已经好了，没想到。宝宝不要，宝宝不哭，爸爸很快就回来看我们了，爸爸很快就来了哦，宝宝乖，不哭不哭。一定是我过去把婉如害得太惨，她才不愿意认我。明辉，你别这么想，婉如不是故意不认你，是她的病还没完全好。我相信只要经过治疗，我们细心的照顾，她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嗯，宝宝乖，妈妈疼你，妈妈最喜欢宝宝，妈妈最喜欢。对了，明辉啊，孩子到现在连个名字都没有取，是不是该给孩子取个名字？是该取名了。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乖乖，有了，宝宝和婉如还有我，受你们这么多帮助，心中很是感恩。我想帮宝宝取名叫做高玉慧，小名就叫做小慧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慧，好，小慧，好，嗯，好。乖乖，婉如，宝宝就叫做小慧，好不好？宝宝叫小慧，宝宝叫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妈妈最喜欢你了，小慧乖哦，小慧乖。含泪问天，为何断遥远？光是遥远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不是我的命，这不是我的命。宛如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是那么的爱你，那么的爱你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为什么不爱我？深深催泪连连，凄凉声音扬弦，历经断弦应不复见，啊红尘似梦回诺言。
天为何断了缘，往事飘零，来去似云烟，为爱痴癫，为情欲念，总是泪流奈何天，深深催泪连连，凄凉声咽扬弦，几经断弦应不复见，啊红尘似梦回暖。锦凤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锦凤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你现在喝醉了，酒醒之后会更痛苦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！别管我，我不需要别人同情。你走，你走。好了，你少喝点。会伤身子的。别管我，你这个伪君子，我今天变成这样还不都是你害的？不是都是你害的吗？你觉得是我害了你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一再说要帮我，却陷我于不义，让明辉以为是我要伤害宛如，除掉宛如。难道你心里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吗？如果真的没有，你完全可以把林宛如受折磨、受委屈的事情说出来，不是吗？不。其实，在你心底深处，你是希望林宛如离开高家的。我没有要伤害宛如，我没有要伤害宛如。就算没有，少爷他也不会相信你。要不然，他也不会不顾你这个新婚妻子，而带着林宛如离开。你在他眼里，你只是一个坏女人。我不是坏女人，我不是坏女人。我不是坏女人，明辉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真的不是坏女人，锦芳，锦芳，明辉，我不是坏女人，我真的不是坏女人，明辉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坏女人。我真的不是坏女人，明辉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坏女人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喝多了，我扶你去休息。明辉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坏女人。小心点。真的不是坏女人，我真的不是坏女人。明辉，你要相信我呀，我真的不是坏女人，我没有要害宛如。好好好好好，你喝醉了，先睡觉。明辉，明辉，我好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明辉，明辉，我真的好爱你，锦凤，明辉，锦凤，明辉，我好爱你，锦凤，锦凤，明辉，锦凤。我不要离开。
别动，哎，别动，哎，我先去替你泡杯参茶。你怎么会在我这里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昨天晚上，你卑鄙无耻！你给我滚出去，滚呐！我卑鄙无耻，是，我昨天就不该进来安慰你，不该关心你，更不该看到你喝醉之后把你扶到床上休息，而在你把我当作高明辉的时候，我就该像刚才那样也给你一个耳光，那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也不会让你误会我是一个无耻之徒。明辉，明辉，我好爱你，我爱你，我锦凤，明辉，锦凤，不要离开我。那我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其实，我从小的时候开始，就一直期盼你能够成为我的妻子。虽然高明辉他毁了我的梦，但是从昨晚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是我赵有良的女人。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，珍惜你。我知道你一时无法接受，不过我愿意去等，直到你愿意接受我的那一天，我爱你。郭掌柜，你能不能看在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的情谊上面，给我一份差事？高少爷，盛昌木行是个大木行，我这里跟盛昌木行比，简直就是一间小庙。我这个小庙，怎么能容得下你这样一个大和尚呀？郭掌柜，我已经不是盛昌木行的少东家了，何况我现在急需一份工作，请你看在我们以往的生意份上，帮帮我这个忙，好不好？不错，您过去真的很照顾我们郭记，总是把上好的木材批给我们。按理来说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是应该帮助您。可是高少爷，令堂大人早已派赵总管来过，千叮万嘱的交代，绝不能给您差事做。嗨，令堂大人那边，我们可得罪不起呀，请您见谅。不过工作上我是帮不了，钱的方面我还是能出上一点力的。我知道你最近的经济状况不好，这些钱您先拿去应应急，以后如果缺钱的时候尽管来找我啊。
郭掌柜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钱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哎呀，高少爷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你别再推拒了好吗？不过这事儿千万别让别人知道，特别是令堂大人那边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我不需要，我先告辞了。你，哎，告，哎，真是的。宝宝乖，爸爸马上回来陪你玩喽。宝宝乖，少奶奶，肚子饿了吧？吃饭啦。肚子饿，吃饭，吃饭了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好好吃啊！好吃。好好吃，太好了，好吃！来来，吃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呢。宝宝吃，宝宝吃啊，宝宝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给宝宝吃？为什么不给宝宝吃啊？那我，你回来啦，刘翔，你有没有找到明辉啊？没有，没有找到明辉，爸爸没回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回来看我和宝宝？乖哦，乖，不要哭，爸爸没回来，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爸爸。少爷，乖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快吃饭吧，要医好宛如的病，就必须到医院去治疗。但是我今天去了好几个木行找工作，却都因为我妈的缘故，没有人敢雇佣我。眼看身上的钱就要花光了，将来连吃饭都会成问题，哪还有钱给宛如治病？少爷，还有我呢。我可以去拉车挣钱呢。不，医治宛如的病是我的责任，我怎么能让你出去工作？更何况你还要在家里帮我照顾宛如。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我不放弃，肯定能找到工作的。少爷，你真有骨气。
情应不负荆，啊红尘似梦回眸。